把我给你做的爱心蛋也吃了。你一个不吃吗？我吃了。你吃什么了？她叫陈星星，是我要用一生守护的女孩。为了能给她更好的生活，吃再多苦我都愿意。今天可是大日子，好好表现。嗯，好好加油。你知道啊，李佩姐喜欢吗？她是现代商业的领军人。大家玩得开心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学生用了你们的电热水壶都烫伤了，我安排人做赔偿。赔偿？你认为钱就能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吗？对，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您拨打的用户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我曾经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不平凡的，是坚贞不渝的。爱上一个人很难，相伴一生更难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已经如陌生人一般。记得在那些一无所有的岁月里，我们是多么的相爱和幸福。我们一起没心没肺地畅想着美好的未来。今天我们就在未来，但为什么却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？你是成功，但我却丢了你。今天可是大日子，好好表现。一个不吃吗？我吃了。吃什么了？她叫陈星星，是我要用一生守护的女孩。为了能给她更好的生活，吃再多苦我都愿意。